2018年 Paper Two 嘅第25题，佢而家咧就有两条线嗱，呢两条线留意啦，佢哋个 slope 咧一样嘅，slope 条公式点样啦？slope 公式就系负 a over b 啊嘛，咁你会发现咧呢边个 slope 咧就系三啦，呢边个 slope 咧都系三嚟嘅，咁个 slope 一样嘅，咁 slope 一样即系佢哋系平衡啦，所以咧画嗰阵咧就会咧可以咧画两条嘅平衡线啦，L1 同 L2。跟住咧，佢就話咧，而家有一點 point P，佢點樣喐法嘅咧？佢同呢兩條線嘅距離啊，perpendicular distance，其實有冇 perpendicular 呢個字咧，都係解距離嘅啦。啊，佢去 L1 嘅距離係等於佢去 L2 嘅距離，咁所以呢條線係咩情況咧？佢就會喺呢兩條線之間啦，形成咗一個咧，我哋叫做 midway line 呢條線，midway line。咁 midway line 咧就係有條公式嘅，咁如果呢條線叫 AS 加 BY 加 C 一等於零，呢條線叫 AS 加 BY 加 C 二等於零，咁 midway line 條公式係咩樣嘅咧？就係我哋叫做 AS 加 BY 加 C 一加 C 二，即係將兩個 C 位加埋除二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要令到咧前邊呢 part 一樣先，係嘛？因為而家前邊呢 part 唔一樣啊嘛，佢個有個要求就係你用呢條式嗰陣咧，你要 make sure 呢兩個一樣啊嘛，咁你先可以 AS 加 BY 嘅。咁但係要令到一樣都唔係好難嘅啫。咁呢個咪爭四倍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咁所以你將呢條式就會咧乘四，咁即係四 S 減，sorry 係12S 減4Y 加28等於零。咁所以咧個答案咧就會係12S 減4Y。跟住咧就將兩個 C 位加埋除二，咁呢一嚿咧計完出嚟咧就係17 over 2嚟嘅，咁但係我哋唔中意見到份數啊嘛，你17 over 2係嘛，咁咪成條式三嚿嘢再乘翻二咯，三嚿嘢再乘翻二咧，你就會計到24S 減10減8Y 加17嘅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4 多啦。